大脚星讯息，源头的意志。你们好，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，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。我们正在交出我们的意志，交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欲望，以支持我们共同经历的意识的普遍转变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已经把自己交给了源头的意志。由于我们所处的境界，我们已经发现，我们感觉源头的意志，甚至比我们正在寻求实现的自己的形式计划更好。我们已经注意到，跟随源头意志的流动，与我们的渴望完美的对齐。有时我们注意到，源头意志将我们引向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但是当我们到达那个目的地时，我们当然会认识到我们面前的造物是我们自己的。这让我们意识到，任何与源头分离的想法、概念，哪怕只是与源头的一个方面分离的信念，都是纯粹的虚构，那是妄念。它只有在那些假设自身并不总是源头的人的想象中才是真实的。所以，是的，如果你们说你们臣服于源头的意志，那可能是对你们小我的一个打击。毕竟，你们的小我是被设计来给你们一种与源头分离，也与其他所有人分离的体验。因此，你们不应该期望你们的小我对跟随源头意志流动的愿望非常高兴。一旦你们认识到你们是源头，事情就变得容易得多，因为你们知道源头的意志就是你们的意志，它是你们在你们可能持有的最高意识水平上的意志。你们在那里是为了帮助意识的转变，因为你们自己亲身去体验，这也是生活中一个巨大的目标。事实上，那就是你们正在满足源头所持有的最深渴望。我们只是想让你们去感受那种校准，以便你们能知道通往第五维度的旅程是一个包容并蓄的旅程。你们最大的部分正在把你们纳入到这个过程中，就像你们把自己最大的部分纳入到你们的过程中一样。让这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进化和一段有意识的旅程，一直是你们作为觉醒集体之一员的目标。随着你们意识到你们是源头这一真相，你们使旅程变得如此轻松，如此感觉良好，如此快速，比你们不得不自己去做这一切要快得多。放手吧，和我们一起臣服吧，我们向你们保证，你们不会失望的。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，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。